位未来的冒险家，早上好，前方即将到达终点站苏兰古城。你醒了呀？冒险试炼将于各位抵达后开始，请各位做好。刚才做噩梦了吗？就要到苏兰港口了，快起来准备一下吧。怎么了？不要紧吧？我在门外时隐约听到你说了许多梦话。怎么了？不要紧吧？又是同样的梦吗？每次提到冒险家，给苏是啊，你看来给苏兰港口的准入证明，我们替你办好了，你写上名字就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嗯，记得保管好。我们在甲板上等你，一会儿见了。拜访冒险家协会，穿什么合适？东西吧。Thank you.
是呀，不过不是小海真。对，不过刚才小海看躺在花海里看成心。当然了，还有你们大家最关心的冒险家协会的总部，你也来了。一谈到喂，没实力的土包啊，不过你这行，走，我们去甲板上。喂，冒险试炼不是什么靠热情就能通关的大路过吧？没实力的土包子再热情也没用了。我可不是没实力的土包子啊，我不是特指你了，我只是随便一说。不过你这样子嘛，要对号入座也没啥不可以的。你是不是想打架啊？行啊，实力什么的打一架就知道了。我们去甲板上，就当是试炼前的练手了。来吧，我已经为冒险试炼准备很久了。哦，原来你也不赖嘛。好，那我也要更认真一点了。好了，就安安静静休息一会儿吧。给，我泡了几杯茶，还有糕点。不要紧，看到活泼的后辈，我也很开心嘛。何况，他们两个看来都颇有潜力呢。话说回来，如果爬，当然是说的对。另就譬如龙翼红会长，他传闻中，正如传奇吧，亦或如，所以说他想要的是力量。那么你呢？真是看来你们都各位未来的冒险家，船只即将入港，请各位做好登陆。再会。好，再会。
过你这种假喜。走吧。哎，两位，这位是烤几串三。我请你吃早餐吧。小妍，我们也许久没有一同去星巴克吃饭了。话说，冒险家协会在哪里？在东方。看，那边装饰有风帆的圆形建筑，那就是冒险家协会的总部。到了，几位请下船。几个月不见，星巴克像是比从前更热闹了。请进，三位想吃什么？和以前一样就好。好嘞，情侣套餐一份，三须鳗鱼一份，蟹黄汤包一屉，里面请。有两位喜欢的靠窗坐。哎，告诉你个小道消息，好像随便走走。每次试炼之前，苏兰城中近来声名最盛的是八大冒险家的传说吧？啊，秦少师前辈的传说，我当然了。他曾经是最有希望晋升 A 级冒险家的人呢。好了，都是过去的事情了，现在这样不是很好吗？给你从前最喜欢的烤鳗鱼，还有你别客气。吃好了的话。哎，等等，不急，我们还逞强说什么今天不啊，不错，礼物就麻烦你了，交给冒险家协会的白鹿。我们就先告辞了，过几日你有空闲再来我家做客吧。那是那个符号是怎么回事？我眼花了，看来在船上睡觉果然睡不好。桌子上好像立着一个纸牌子，过去休息时间如有要事请进入内厅。内厅是哪儿？还有友情提醒，记得做好防护措施。早上好，是客人吗？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？会长发飞了，算了算了。原来是来报名参加招新试炼的新人的，请不要紧张，
这是因为本次报名试炼的人数较多，需要稍作筛选，只需要证明自己的潜力就可以了。只要把手啊，没事。好了，虽然没能测终结之刃，破无妄怎么觉得有些敌手？你来的时候，咦，那这个是我的水晶，具有采集和记录风景。咦，可恶，就不能让本大爷安？可以采集和记录风景。另外两种气，想知道的话试炼的时候。还有一件事，南哥托我把白姑娘，你还在这里啊？刚才一本正经的提醒大家的人是谁啊？是会长哦，骑士阁下，以及这是给您的礼物。药剂。哦，南哥和夏言回来了，谢了。女孩子恋爱之后果然不一样，夏言那种大条妹子都这么细心了。好了，我去把这些礼物分给大家。阿笑，麻烦你带她去档案部吧。以及白露姐姐。压榨未成那场海难之后，海难以前不大一样了，经历过那样的事，没听说过，有些变化，就是半年前也是在所难免的吧。半年前，小妹妹，能说给我听听吗？叫学姐，我已经在冒险家协会待了很久了。好的，学姐，那场海难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夏言姐姐出海，我们都以为难怪她的身体状态。那当然了，后来你知道的，夏言姐啊，登记表来了，你在这里按个手印就好了。信息确认，登记，谢谢。不需要。说的对，在试炼开。清风怪尘绝版单行。只剩紫灰，谢谢。不要紧，那么就拜托你了。如果找不到人。试炼时再转交礼物也没关系，比起这个，享受阳光和海风才是最重要的哦。是白露姐让我来挑一头兽啊，那都在这里，你可以选一头喜欢的，我有好好照顾它。抱歉，请稍等片刻。如你所见，现在我是捉螃蟹，又是。哦，我懂了，
这就是生活处处皆修行的道理吧。嘿，我也来一起抓。事先清理沙滩上的小蟹，请稍后。好了，五两蟹肉刺身，分你二分之一。这味道啊，最为鲜美。银铃香辛料。是的。船上，换作是我，经历过这种事，大概连协会里的航船模型也不敢直视。然而，他竟仍未向大海屈服，这等气魄，想必连会长都会赞叹不已吧。真了，也许你的客人没想，当然要认真对待了。是呢。啊，美狐娘，你难道打算？猜的没错，冒险家必须知晓己。就像这样吗？猜的没错，冒险家必须知晓己身。我就像这样吗？猜的没错，委托人的冒险家必须知晓己身。我就像这样吗？没什么特点呢，这像这样如何？很好，不过还不够，还应该有一像这样如何？你还挺有眼光的呢，这样就完美了，非常感谢，请冒险家协会帮忙。果然是，看来你还挺有做生意的天赋呢。不如以后跟着姐庆丰水榭的淡水凝碧，我试过很多款啊，还有其他人的。啊，也就是说，既然这样，潭宫巷520号，沿着商业街走到头，左转再左转就行了。
钟楼的故事，听说和半年前的一次海难有关。似乎半年前的海难，那钟楼的故事，听说和半年前的一次海难有关。似乎是很严重的沉船事件呢，只有一位冒险家姑娘幸存下来。半年前的海难是城中唯一一个传说，他的恋人。这怎么可能？也许吧。唉，南哥和夏在钟楼上敲钟三下，寓意就是生生世世。我也去许个愿吧。希望能顺利通过冒险试炼，成为冒险家。想要有个人一起去冒险，生生世世。敲太多下的话，可能过犹不及，反而失去好运哦。天色晚了，先去找南哥和夏言吧。向520号，那两个是谁？看着不像是什么好人，躲起来看看。那还有假？骗你！我图啥？我敲的真真的。有一回，这死油说，切切，要说这女人，那还有？胡言乱语！给我闭嘴！三，敲的真真的。有一回，五个人扒了那边的城门回来，这死要是真的。出去，这可是个来钱的机会啊！说的多。